积木，每个人应该都玩过，但有没有慧根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这间积木博物馆位置就在宜兰县政府对面，作为亚洲首座积木博物馆，耗资千万打造，全馆超过百万颗积木，逾千件馆藏，展出数百件国内外大师级巨作，从美国知名乐高大师作品到日本微型积木，馆藏有全球最长积木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、《星战战舰》、世界最大积木龟与会发光的亮亮积木，全台唯一的积木创作展，是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朋友一起出游的好地方。